快来到我们的场上跟大家见面。那还是先请崇宇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各位现场的球迷大家好，那很开心今天你们来为我们加油站。好，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崇宇在球队的角色等于是扛起了比较多的任务，是在担任先发捕手的这个角色上面嘛。那其实我们阵中那么多投手，还有洋将跟其他本土的投手，一般你自己在担任先发捕手的时候，每一场比赛前你都会怎么样跟投手来做一个投捕策略的讨论呢？当然是多沟通啊，那人跟人之间就是要沟通才知道彼此的想法。我还是一个新秀，我还很菜，那我有很多地方不足，所以多听学长的意见，那跟他们多多讨论，就会找到最好的方法。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崇宇在蹲捕这个任务上呢，其实越来越成熟。那我们非常期待崇宇的今后能够继续带领我们的投手和跟我们的球队所有的队员们一起来为我们球队拿下好的成绩。那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拍照见面会喽。那请现场有拿到我们崇宇毛巾的球迷朋友，可以先到我们的台上来喽。